老弟啊，快看门后。哥，啥呀？大树怪，还不赶紧跑。老弟啊，快跟我走。干嘛呀哥？我发现了一瓶好喝的。啊，咋还起飞了？啊，哥，你变成绿巨人了。哥，快来玩蹦床，太好玩了。老弟啊，我也来了。哎，咋还把我弹飞了？老弟啊，你人呢？哥，我下不来了，快来救我。老弟啊，你也不行呀，看我的秋千。哎哥，你慢点儿。我去，老弟，你咋也被甩飞了？哥，你说咱们咋下去呀？老弟啊，咱们躲在这，大树怪不能发现咱们吧？对了，还有人不知道这个游戏在哪玩，只要像我这样点击左下角就可以玩了。我们先把加号点消失，再把爱心点成红色，再把五角星点成黄色，然后长按冒号，就会出现你最喜欢的四个表情。点击同时发送三个表情，然后长按箭头就会出现你最好的朋友，点击发送就可以让好朋友知道这个魔法了。哥，我觉得能，他上楼了。啊，还真被发现了。老弟，快上车。来了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那是。大哥，他也有车。老弟别怕，仓库里有我的秘密武器呀。哥，你小心点。看我的大树怪，我去你的。哥，你真厉害。